昨天夜里，我又梦见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，梦见那个摆满灯笼的小院。那个时候，城里人都喜欢在自家门前挂一对红灯笼，求个吉庆。做灯笼成了我们村里主要的副业。妈，行了，喝点茶吧。乖孩子。妈妈。哟，妈妈。妈，你干嘛呢？妈妈和哥哥在给你做灯笼呢，喜不喜欢呢？喜欢。我妈妈做的灯笼最漂亮。叔叔，感谢你这么多年带领大家致富，你看看咱们村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。村长组织大伙赶做灯笼，还是你这个，我爸爸负责联系城里的买家。现在大家心劲很高，手气也很热啊。我数了一下，一共是151个，你看看够不够数？够够够，这批货要特别急。志祥，都亏了你。村长，现在你的话就是最高指示，谁也不敢不听。去去去，抢狗就抢花轿的。哎，水生，你做了吗？啊，我做了，我就做了一个。一个啊？一个也要？正国，我这可是好东西啊，你卖灯笼的时候顺便给我烧上啊。好。我先大伙说一声啊，这次的价钱肯定比上次高，一定会卖好价钱的啊。那个时候，我妈妈爱上丝弦，我爸爸爱敲鼓。每到送灯笼的日子，全村上下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会肩挑背扛着红红的灯笼，从村边到桥头，汇成一道红色的河流，浩浩荡荡地涌进城去。哎呀，东胖子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干啥去？这不是秀珍要走吗？给她送点东西。哎呦，我说你呀，光长肉不长脑子。说什么呢你？人家都要去城里了，人家还稀罕你这点破玩意儿。给我吧。去。多管闲事儿啊！我看好你，有本事的人，不管在城里还是在乡下，还是到美国，都能有所作为。嘿，还美国呢？那个王二家两口子又打起来了。哦，哎，我去调解调解。你先走。那我送送你。你别送，别送了。振祥，你慢点走啊。啊，那个嫂子。哎。有空的时候，还转转。哎，啊，行，啊，走了，那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后来，爸爸挣了些钱，我们全家搬去了城里。谢谢。
回来了吗？没呢，还没回来呢。这孩子，爸爸生意越做越大，把家搬进了别墅。秀珍，哎，秀珍，嘿，你看我买什么回来了？你又乱买东西了。哟，爸，啊，这啥？小鸟啊，好玩吗？嗯，龙龙，今天是端午节，这是送给你妈妈的礼物。爸，我拿去喂喂。哎，爸，秀珍，嗯，你看我常常不在家，让鸟儿的都陪陪你。那你洗手。哎，吃饭啊。哎，我跟你们俩说啊，你爸爸最大的愿望是以后你们俩都能考上好的大学。好好，多吃点。哎，嗯，你们俩都快点吃啊！吃完饭的时候赶紧回屋写作业去。秀珍，嗯，那个采石场要聚一下，过节嘛，得去一趟。去吧，家里有我呢。嗯，哎，玉然，去给爸爸拿两袋金香果。龙龙，你回屋去把你爱吃的那个滑蓬卤肉给爸爸。多带几袋啊！啊，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哎，郑国，我看这天呢要下雨，你路上慢点开，不许喝酒啊。知道了，夫人，走了啊。没想到那天晚上，爸爸真的走了，因为天雨路滑。爸爸酒后驾车，车摔下了山。一起出事的有四个人。法院判决五家要赔偿四家人的损失。妈妈只好变卖家产，包括我家的别墅。嫂子，我和郑国是多年的好朋友，我知道你们家现在困难，当初建房子花的钱我原价给回你，房子你就别搬了。这不合适，我看我们还是搬走吧。嫂子别客气，郑国不在我们人是朋友，再说以后照顾你们母子也方便些。爸爸走了，我来保护我妈妈。这家具也用了很久了吧，就值800。师父，能不能再加点儿？再加我就没有利润空间了。你卖不卖？不卖的话我还要去下一家收呢。野人，把鸟给妈看看。离开家的时候，妈妈放走了爸爸买来的那只鸟。我们要走了，你也回家吧。我们一家人的幸福，就像那只鸟儿一样，飞走了。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又回到了村里的老宅。常来哈。冬胖子，叫谁冬胖子呢？快给我拿一包金芙蓉，快点。哎，你有钱吗？我没钱，我不买金芙蓉，给我记着。哎，你这臭不要脸的，钱呢？
秀珍这咋了？这个呀，这是报应。啥报应？哎，你还不知道啊？这郑国啊，出大事了，四个人。你有点口德啊！秀珍姐啊，秀珍姐啊，我昨天晚上刚知道这事儿，今天早上把你们家院子给扫了扫，给你家放了一盆米和一盆菜，你要不够啊，就跟我说哈。谢谢你，大爸，我们回来了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孩子们拉扯大，让他们好好的读书，将来。秀珍，秀珍，妈，妈，哎，秀珍，哎呦，孙导，回来了。本来我应该到村口去迎接你们，可是开了一个小会，没来得及。我代表村委会看望你们，村长，这郑国。比你还年长一岁，你还是叫我嫂子吧。啊，是，是是，也叫嫂子，叫嫂子。哎，嫂子，我听说水生偷了院子里的东西啊。那是一场误会，他刚给送过来五斤米走了。那是什么误会？那是五斤米吗？那是二十斤米。村长，嗯，不是，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？谁偷秀珍他们家米了？好，好，好，就算是我拿了，你怎么知道整整二十斤呢？我是村长，我什么不知道？你别说我知道二十斤米，就连你水生那点小花花肠子小心思，我什么不清楚，我什么不知道？我告诉你，那是我动员村民表的一点心意。哎呀，表的心意还代表村民？你是代表你自己献的爱心吧你？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哎呀，都看出来了，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。哎呀，我负责任就负责任，怎么着呀？你别在我家院子里吵，吵什么呢？我在看书呢。一人，带弟弟回屋去。都不是好东西。秀珍啊，哎呦，他王叔，哎呦，那路跑啊，慢着走，慢着走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帮你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别别别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叔，哎，慢点，小心晃。哎，强子，干什么呢？不是让你下地干活吗？怎么跑这儿给人背柴来了？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回家喂鸡喂狗呢。给我回家去。王婶，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碰见寡妇绕道走，还嫌他家不够晦气是吗？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秀珍，秀珍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老实啊？啊，这么骂你，你都不还嘴？你别动，你放放放！呸！哎呀，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用！哎呀，我来！什么玩意儿？怪不得两口子没孩子。照顾孤寡妇女，扶老携幼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这点儿做不到。地华，小心点啊！什么玩意儿？哎呦！你没那本事，还逞什么能呢你？哎，没事。哎呀，没事。走，小心啊！这点柴算啥？
大叔，累了吧？过来歇会儿吧。大叔，来喝点水。啊！你一个人带孩子过本来就挺不容易的，这成天还总过来帮我干活，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呀？说什么闲话啊？这闲话能当水喝还当饭吃啊？闲话它就是个屁话，你理它干啥？这活就该男人干。那女人干啥？女人生娃啊，打气浇水做饭，再给男人弄两个下酒菜。大叔，这龙龙去看宝去了啊，我回家给孩子做饭，这水就给你放这儿了啊。祥子哥，咱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知道你是个大孝子，家里这边你爸你妈呢有我照顾着啊，你放心吧。秋实，能等我吗？说什么呢？你想哪儿去了？啊，这个送给你，拿着。到了部队上，记得给家里多写几封信。哎，我能给你写吗？行啊，咱们俩共同进步，互相帮助。祥子哥，明天我就不去送你了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。考上重点高中了，我长大了，可以照顾妈妈了，我可以照顾哥哥了，我会考上大学，我会挣很多很多的钱，我还会回去，我会带着哥哥带着妈妈一起住回那儿。龙龙起来了，龙龙。上了高中之后，可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能再像以前似的，要和同学好好相处，少跟人家争执，少打架，啊，哥。哥就这样一声不吭离开了家。龙龙，哎呀，龙龙，
哥没有？你哥不见了。妈，别急，等吃完一起去找。哎呀，这能不急吗？我这四处找都没看见人。哎呀，这天没亮的时候，我是听见这门响了。哎呀，这当时要起来看看就好了。龙龙，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帮妈妈干干活。咱妈身体不好。见没见过这个孩子啊？没这么高，没见过。你在那边问问，人那边人多。哎，好，谢谢您啊。见没见过这个男孩，这么高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为了找哥哥，妈妈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问了多少人，流了多少泪。刚回村的那阵，家里的收入很少，我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我可以出去挣钱。不行，妈妈想着哥哥一定是出去打工挣钱了。没事。开学了，为了凑齐我的学费，妈妈几乎借遍了全村。从那时起，皱纹过早地爬上了妈妈的眼角和额头。姓名单集。好，可以呢。付明珠，我是四班。哎，站着干嘛？跟上去。我等我妈，你推我干嘛？等你妈拿钱呢。家里穷，读了高中也白读，考上大学也上不起。再说一遍，干嘛呢？再说一遍，放开！再说一遍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再说，放开！再说，放开！再说一遍，安静！干嘛？龙龙，他要打架了！你放开！对不起啊，来下一个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呀？你说你从小就爱打架，这都多大了？能不能给妈省点心，别让妈这么操心了。妈在家不跟你说了吗？这出门在外的要跟大家伙搞好团结，知道吗？龙龙，妈，我会好好读书的。龙龙，她叫芳芳，我高中时喜欢的女生。同学们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开班会，选出的六位班干部要赶紧担当起来。下会之后，生活委员钱世贵同学到，把加餐费的事情赶紧做起来。知道了。嫂子，秀珍。秀珍，嫂子，嫂子洗衣服呢。村长。啊。我来帮帮你。不用
朋友，有事儿啊？我来问问，艺人最近有没有啥消息啊？一点消息都没有呢。他说，我一会儿还得给孩子送饭去，你还有事儿吗？还有点事儿，就是村里让我问一下，看你最近有没有啥困难，有困难你就尽管提出来，村里开个会帮你解决。想当初郑国兄弟没少帮村里的忙，现在村里致富的人也多了，村里也该好好帮帮你们了。刚回来的时候，这家里啊，确实是有些困难。后来，这一人离开家走了，龙龙也住校了，这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好对付，没啥困难。妈，妈，龙龙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来我家干嘛？啊，我找你们了解了解情况，看看你家还有没有什么困难。我家没困难，没事少来。叔，孩子不懂事儿，别介意啊。龙龙，没事。人不大，脾气还不小。哎呀，村长，干什么？你这一惊一乍的，你我都听见了。人家孩子都说没困难。村长，村长，我有困难，咱村里是不是开个会帮我解决解决？你说水生，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？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说你这个全国人，你天天拿那么多困难困难困难，你好意思？你跟人龙龙学学，长点骨气。啊？干啥？你来干啥？我找秀珍有点事儿。不是，你找秀珍有什么事儿？有事儿就是有事儿嘛，你管呢？干啥呀？啊？我帮你解决困难。真的？村长能骗你吗？走走走，你这才对。你村长，你得一视同仁，对吧？我还困难最大，咱们村儿。龙龙，哎，去打个鸡蛋，一会儿妈给你炒了啊。哎，打一个就行了，其他的妈还得留着卖呢。妈，我不想读重点了。乡里也有高中，离家也近，也好走读。这点钱，妈还给得起。过几天，妈把钱给你送学校去啊。你哥已经走一段日子了，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外面过得咋样。为了我的加餐费，妈妈一大早就挑着灯笼进城去卖。来，来个灯笼啊！卖灯笼。可是，这时代变了，城里人的习俗也变了。买个灯笼吗？叫卖了很久，灯笼也没卖出几个。灯笼嘞，老板，来个灯笼吧。我不要，不要。老板，我跟你打听个人，你见没见过这个孩子？没见过。
就这样，妈妈悄悄捡起了瓶子，一边继续卖灯笼，一边继续打听哥哥的下落。卖灯笼嘞！卖灯笼嘞！老板，买个灯笼吧。哪有那么多老板？我是打工的。大姐，地上那俩瓶子还要吗？不要了，你拿走吧。谢谢啊。这瓶子不要了吧？谢谢啊。什么时候缴费？我妈说了，再过一两天她就给送过来。再等两天，再等两天，我们全班人陪着你饿肚子。
希望，在学校里，我处处争第一。哎，秀珍，买点什么呀？我来给龙龙买两包点心。这学校里不是管饭吗？龙龙正长身体呢，这学习累。我怕他饿着，行，等着啊。哎呦，这村长刚说给解决，马上就有钱了啊啊！我没跟村长提要求。对，你不是那种人。哎，东胖子，你给评评理，我整天跟村长说我有困难，村长就是不给解决。你看人家没说有困难，追着没有后边解决，解决啥呢？我看是解决个人问题呢吧，哎，也难怪，村长他堂客啊都死了好几年了，能买得起东西还会没钱吗？哎，我人正不怕影子歪。哎，秀珍，这个呀、是我送给楼楼的啊，秀珍。哎，不是他刚才说谁歪呢？不知道谁家被这狗咬人呢。干啥呀？别干了，逞啥能啊？那你说，龙龙现在这么争气，我这当妈的也太没本事了。想让孩子过得好点吧，这钱总也是不够花。你说这能赖你吗？要赖啊，就赖你没个男人。哎，我觉得村长就挺不错。你说他又能干。对你又好，上学那会儿我就觉得你俩特合适。你以为他那点心思我看不出来呀？想当初那会儿，我这心里除了振国之外还能装下谁？如今这振国走了，一人离开家了，就剩个龙龙在我身边。你知道龙龙的孩子，我是真要改嫁的话，这孩子指不定能干出点啥事儿来。拿包烟。要什么烟啊？哎，我抽什么烟你还不知道？来，快点。哎呦，拿。你怎么跟二赖子似的呢？抽烟不给钱啊？你老同学请抽包烟，你说你给我计较，这记账上。回来。你神神秘秘的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啊。哎，我昨儿跟秀珍聊了。聊什么了？聊你了呗。聊我？我有什么聊的？我这那个什么情况？你说什么情况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怎么想？我能怎么想？我这心思你还不知道？你这上学那会儿，我不就喜欢他吗？你说这么多年过来了，我想娶个媳妇儿，生个娃，就能把他忘了。哎呀，可是不行啊，他心里一直放不下。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他呢，以前心里只想着他男人。现在呢，
心里只有龙龙。你想啊，儿子是他的天呀。你说秀珍真要改嫁，就龙龙这倔脾气，还没闹出点大事儿来呀？饿坏了吧？为了省钱，妈妈每天都来给我送午饭。哦，吃饭了。嗯，你慢点吃，儿子来，慢点吃来。你现在正长身体呢，还不够，就告诉妈。够了，妈。今天的饭很香。妈就担心，成天给你吃着凉饭，对你胃不好。不会啊，我慢点嚼，嚼久了就暖和了。都怪妈没本事。龙龙，那还有别人带饭的吗？有啊，妈，你看，芳芳她也带啊。哎，阿姨又给龙龙送饭呢。哎，阿姨再见。儿子，要不妈也给你买那个保温饭桶。不用了，这样挺好的。为了挣钱给我买保温桶，妈妈还到砖窑拉砖，干起了男人们干的活。谢谢啊。这活啊，就不是你们女人家干的，要是落了病，连看病的钱都不够。别说，这小娘们长得还真是挺漂亮，在咱们砖厂干活可惜点了。哎，老孙，嗯，你那个是不是看上人家了？啊，看上怎么了？我没钱，有钱正好把她娶回家。哎呦呦呦，我看你啊，有那贼心，也没那贼胆儿。芳芳，生日快乐！我不认识你。你看看吧，你会喜欢的。哎，别人不想要，你这样给他不好吧？放开。芳芳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看他表哥好帅啊！是啊，是啊。
妈。哎。妈。嗯。哟，儿子，又考第一名了。哎，对了，你看，妈给你带啥了？看，喜欢不？妈，你不会又去捡瓶子了吧？没有，妈跟你说，现在咱家那灯笼生意啊还行，这鸡呢也挺争气的，下了不少蛋，妈卖的钱，放心吧。妈，这个保温桶是在哪儿买的？就在你们校门口。老板，我想退这个保温桶。退？这保温桶用过了，怎么退啊？就用了一次，洗洗还能卖。你说能卖就能卖。老板，给您添麻烦了，都怪我不好。你看，这孩子实在是不想要这个保温桶，您看能不能？好吧，只能换，不能退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老板，就换那个泥娃娃。芳芳，送你的。妈妈为买保温桶历尽辛苦，我却把保温桶换成礼物送给了芳芳。爸爸，龙龙长大了。别担心，每秋一次选，多费消毒的。为了我不断增长的花销，妈妈甚至去卖血。那一天，妈妈跟往常一样挎起竹篮给我送饭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淑珍。呀，水生，这大清早的你咋在这儿呢？我等你呢。等我啊？你是不是要去打柴啊？我帮你吧。不是，我不是打柴，我是去给龙龙送饭去。不是你干嘛你？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秀珍，你看，咱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这里边就你我振国咱们仨的关系最好。我从小就喜欢你，你不知道后来你嫁给振国了，振国现在都已经走了，你给我做堂客吧。真的，秀珍，我会对你好的，我会对孩子们好的。先生，你说啥呢你？你是女人，我是男人，我有力气，我保证我会对你好的。先生，秀珍，你相信我。秀珍，秀珍，我真的没瞎说，我会对你好。秀珍。
妈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没有。妈，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，我一餐不吃也没事啊。要不然我也可以借同学的饭票。妈没病，妈就是路上耽搁了。妈，没事儿。龙龙，你看，这个是妈给你带的你爱吃的小炒肉。妈，你的衣服怎么破了？没事儿，这来的时候啊，被那树枝给刮了，那回家给它缝缝就好了。儿子，你看，很多同学都有这个，妈也给你买了一个。妈，哎，真好听！龙龙，你能帮我找到丝弦的袋子吗？好，明天我就帮你找。娶你，我一定要娶你。振祥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事儿吗？啊，你没什么事儿。这个大家伙都觉得你挺困难的，然后村里开了个临时会议，决定呢，村里借给你点钱，让你渡渡难关。还有就是，小卖部啊，现在缺个人手，都没说让你去帮帮忙。太晚了，我就不打扰了啊，嫂子。村里给了你50块钱，你也别多想，就当是借你的。你就把它收下吧。大叔，大叔，啊，你等一下。大叔，嗯，你还在吗？嗯。在。哎，
你还在呢吗？我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。我等。他叔就叫翔哥。怎么了？我们光明正大，我们没做过什么丢人的事儿，我们怕什么？你对我没意思，我对你有意思。你对我没意思，没意思，我参军你送我干什么？没意思，你告诉我，我走了你替我照顾我爸我妈。你送我钢笔，那不就是让我给你写信吗？怕我忘了你吗？那谁不明白这个意思？我给你写了。那你呢？那我服员回来，你跟别人，我林正祥，我怨过你吗？我没说什么。你现在是寡妇，我现在是光棍。哪条法律规定光棍不可以和寡妇在一起过日子？每个人，每个公民都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。求求你，你还是走吧。对不起，我喝酒了。对不起。来包金芙蓉。哎，来，不卖了。为啥不卖我呀？怕我没钱啊？我有钱，真的。10块，不找了啊。我是替冬梅看店的，你要买，等她回来再买。行，哎呀，我等东胖子回来啊！我是千桑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，乡亲们，来！哎呀，乡亲们，你们可得给我评评理啊！哎，秀珍他们家有困难，咱们都知道吧？我是来主动帮助他的，人家嫌我这钱脏，把我轰出来了。哎，村长的钱不脏。
我就纳了闷了，村长的钱怎么就比我这钱干净呢？滚！哎，滚！哎，滚！干嘛呀？村长家的钱是钱，我的钱不是钱的。秀珍，我告诉你，纸里包不住火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第一哈，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，两个人拉拉扯扯，扯扯拉拉的，你以为我没看见呀？你在哪儿看见的？昨天晚上我在他们家院子里看见的。疯了！你半夜三更的跑到人家家干什么？你说呀，你在我们家院子干什么？我帮他们家修篱笆，不行啊！干嘛呀，糊涂的！疯了，疯了，那天。我拿出了我藏起来的玉镯，劝说妈妈不要改嫁。原来这玉镯子是被你给藏起来了。那天赶上一人离家走，妈这心里啊还真只犯嘀咕，一直以为是被你哥给拿走了呢。妈，我知道你过得很苦，我们家也很困难。村长对我们家很好，对你也很好，但是镯子只有一个，卖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爸也只有一个，妈，答应我不要改嫁，我会陪你一辈子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真的很自私。真的，萌萌考上大学了，你可算熬出头了。老总，哎，恭喜你啊！啊，龙龙是咱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，是咱们村的骄傲。村里凑了点钱，给龙龙上大学用，拿着。别，拿着。那我给你打个欠条。还打啥欠条？你看龙龙长得还好些。锣鼓。叫起来！我考上大学的那天，村子里又热热闹闹地唱起了丝弦。
想要摘也不能。你家牡丹虽然好，可惜是老多条条怎来排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在城里打拼。妈，妈，妈，回来了。来来来，我来。老公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妈，我要买别墅了。妈，你瞧，这个比我小时候住的别墅还大，还要宽敞。小时候，我在爸爸的坟前就发过誓，一定要住回别墅，让我的妈妈过上好日子。什么时候可以交啊？快了，三五个月就可以交房了。哎呀，真好！而且我们的儿子正好赶上这个交房的时候，正好住到咱们的别墅里。咱们儿子出来啊，就享福喽。我一心要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却忽略了一直陪伴我的妈妈。妈妈病了。病得很重，他却不愿告诉我。芳芳，妈，过几天你要去复检，妈可能不能陪你去了。妈要回趟老家，那边啊还有点事儿。妈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么着急啊？芳芳，这个玉镯子是妈送给我这未来的小孙子的。你生孩子那天呢，妈可能赶不回来了。
你就替我小孙子保管着。哎呀妈，不急，还是等您从老家回来亲手交给他吧。那一次是妈妈最后一次回村，她走过了许多地方，想起了许多往事，也见了许多人。老了，真是老了，这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有时候一想想，年轻那会儿扎着灯笼多好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些事儿是得做个了结了。这笔钱早就该还了，我今儿个就是来还债的。都这么年纪了，谁还稀罕这东西？这岁数大了，身边就应该放点养老钱。你不用，儿子还得用呢。儿子，我现在真成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光棍啊，没了。没了，这家里没别人了。那孩子呢？跟水生出去打工。心里一直不想求个明白，到底怎么想的？心里一点都没有我，我就想听你亲口说。他说
你真是误会我了。早知现在，当初你参军的时候，我就不该去送你，就不该对你说那些话，更不该送你这支笔，让你误会这么多年，也耽误你这么多年。郑国走了，蚁人也离开了。我这身边呐，就剩下龙龙了。这孩子就是我的天。他不同意我改嫁，我真要是嫁人了，这孩子要真干出点啥事儿来，我可咋活呀？如果当初龙龙能体谅我点儿，也许当年我真的会有另一个选择。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就这句话。失踪了。振祥叔叔，你一定要把这些钱转交给我妈妈，她辛辛苦苦抚养了我这么多年，现在她一个人带着我弟弟，他们真的很需要这份钱。爸，我走了，我要出去打工，我要给家里挣钱。您在天之灵，你一定要保佑妈妈还有龙龙，我以后还会回来看您的。那些年，
没少帮助咱们家，也帮妈干了不少农活。以前没告诉你，你念书那会儿，妈从他那儿拿了10000多。那天妈去那儿是为了还债。你真的冤枉妈了。等你出来后，一定要善待你这小叔。芳芳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咱要好好待人家。等他生孩子的时候，妈不能陪着他，妈呀，得去找你哥。一人，其实那些年一直是你哥一人。不过村长把钱给咱们，在矿上挖煤，遭了不少的罪，还砸坏了一条腿。这孩子呀，苦啊！现在他穷的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。你别急，过几天我们一起去把哥找回来。卖了老宅子，我们带上哥一起回到城里去过好日子。那老宅子不能卖，那是留给艺人的。艺人家三代都对咱们有恩，娘。是杨子，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对哥好，善待哥。一人累吗？我不累，妈妈，没事，您歇会儿。没事，妈不累。得知哥哥的消息，妈妈拖着病弱的身躯亲自去接回了哥哥。艺人，慢点，到家了。
吃饭了啊。你这些年呢，离开家，一直都没吃上妈做的饭。今天就好好吃，多吃点儿啊，过来。吃点啊，妈。从小就爱吃您做的菜，在外面这些年，天天都在想，很怀念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。妈，以后做饭这些事都我来了，让我来尽点孝心。依人，妈这身体啊是越来越差了，这往后啊可能给你做饭的机会不多。出看守所的那天，哥哥来接我。龙龙，他拄着拐杖，我几乎认不出他。哥，哥，龙龙，哥，你瘦了。妈呢？妈怎么没和你一起来？妈让我来接你，把这个给他孙子。他人呢？妈现在在哪？妈，他病了。真果，你看，我给你带啥了？今儿个是我的生日，我就给你喝个痛快啊。孩子们都大了，我也做不着，是不是该去陪你了？咱们有小孙子了，这以后啊，孩子们就可以带着小孙子来看你了，你高兴吗？
我相信妈妈一定听到了我们的呼唤，这是妈妈最后一次站在戏台上。妈妈，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家吧。什么是痛？什么是痛？什么是？